以光为媒，万物有焉。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光野万物线上研讨会的直播间。光野万物主题论坛由一同光电旗下光电会独家打造，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专注产业技术和产业应用的知识分享与行业交流的平台。光野万物线上系列直播集聚大批光电行业的知名科研专家、教授及企业英领，从技术与产业两个方向远程在线分享激光光学、光通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热点应用。光野万物线下系列研讨会齐聚众多行业大佬，面对面探讨行业应用热点与产业未来。2021年，我们将秉持初心，继续为大家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大家共谋光时代。本期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Melo Systems 公司应用工程师台朝阳博士给大家做分享。台博士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同时我们还邀请到泰赫兹系统产品经理恩尼科达德阿尼斯、高级售后服务经理傅林统、销售经理杨海东作为本期的特邀嘉宾为大家做解答。本期课程分为泰赫兹光谱简介、全光纤耦合的泰赫兹解决方案产品演示、应用案例三部分。多年来，泰赫兹一直是高能辐射光谱上的一段空白，而最新的技术发展正推动泰赫兹光谱学在科研和工业领域快速兴起。作为超高精密计量仪器的领先制造商和全球供应商， Melo Systems不断将公司在激光和稳频方面的最新技术应用到泰赫兹时域光谱系统中，这种交钥匙的泰赫兹系统已经通过了行业验证。在本次网格研讨会中，我们将讨论最先进的全光纤耦合系统，包括通用的、紧凑的以及高速光谱和成像解决方案。我们将介绍 Melo Systems 独家专利的激光锁膜技术如何在各种应用领域，例如材料表征、生物传感、泰赫兹及无损检测，提供无与伦比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Melo， 各位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来到 Melo 的网络研讨会。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泰赫兹，题目取的是怎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泰赫兹光谱仪。其实主要呢是针对这个时域光谱来说。在开头我在这边贴了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 Melo 中国的刚刚申请下来的这个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并且在后台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本期呢还是我给大家来主要的讲一下这个语体，然后我们的嘉宾呢还是阵容非常的强大。首先呢非常欢迎Melo泰赫兹部门的这个产品经理 Enrico Dadanis， 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泰赫兹领域的一个专家。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副工傅林统我们的高级售后工程师。我相信在很多客户都认识副工。然后呢第三位是我们的中国区的销售经理杨海东先生。他们三位都在后台都在讨论区等待大家的提问。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中就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讨论区里打出来他们都会给大家来做一个尽可能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回复。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讨呢，我们也会通过邮件的方式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一个回复。那这一期呢我们大概分为这几个部分，首先会介绍一下 Melo 公司那第二个呢会简要介绍一下泰赫兹光谱，包括泰赫兹的一个
钛合资的一个范围，然后怎么来产生钛合资波。第三部分呢，说一下我们的 TerraSmart 这个紧凑型的这种钛合资的一个全光纤耦合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非常多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演示。第四部分呢，会有非常多的应用的一个案例，相信是一个对很多观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首先呢，介绍一下Menlo System 公司。Menlo System 公司它是在零一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由Hensch 教授来创办的。那 Hensch 教授呢，也是在05年的时候呢，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光学频率输的这样一个技术。那 Menlo 是大家知道是光叔起家的。那 Menlo 现在除了德国总部以外呢，在美国、日本和中国，最近在中国，在去年的10月1号，我们成立了中国的分公司——上海门罗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呢，Menlo 的客户除了在科研领域以外，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有工业客户来找到我们。那 Menlo 的CEO 和 CTO 呢，都是 Hensch 教授的两位博士生Michael May 和 Ronald Horsworth。然后呢，我们的产线大概有这四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光学频率输起家的最好的光学频率输。那光学频率输呢，会配套这样的一个超稳激光来作为光学频率输的一个参考。这种超稳激光呢，还有亚赫兹的线宽覆盖非常宽的一个波长吧可以供客户来选择。第三个呢，就是低像噪的这样一个飞秒光纤激光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figure nine 的一个专利，就是九字腔的锁模的专利。那大家知道，光叔它的一个核心的振荡器就是这样一个飞秒激光器，所以呢，Menlo 的这样一个 figure nine 锁模的一个飞秒激光器，对于光叔还有包括其他的应用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稳定、非常噪声非常低的一个飞秒光纤激光器以后呢，Menlo 也可以把它应用到钛合资石域光谱里面，做出来非常好的钛合资石域光谱仪。这个呢是Menlo 的一个从01年开创办至今的一个产品的进化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创办一个光叔起家，然后呢因为光叔里面要用到激光器，所以呢发展了这种光纤的飞秒激光器。那之后呢，就把这个光纤的飞秒激光器，然后把这个笔调出来，然后呢，就把这种光纤的飞秒激光器集成到了这样一个钛合资石域光谱的系统里面。因为商品化，这样的光纤的激光器比较好集成，而且比较稳定。在07年的时候呢，就做出来了德国的第一台钛合资石域光谱仪。当然，这个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全光纤耦合的，因为天线什么的可能还是一个自由空间的一个结构。之后呢，在14年的时候，这个飞秒激光器的锁模技术有了一个大的提升，叫做 figure nine 技术。我相信很多对飞秒激光器有研究的专家朋友应该都比较熟这样的一个锁模技术，非常领先的一个技术。然后17年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一个 figure nine 锁模的这样一个小型化的激光器集成到了一个非常紧凑的钛合资石域光谱里面。那这样的一个钛合资石域光谱仪呢，TerraSmart 它也是非常适合于 OEM 的各种应用，方便客户来集成到自己更大的一个系统里面。那在19年的时候呢，Menlo 推出了这种 OSE，就是紧凑型的异步采样系统，光学异步采样系统。那这样的一个光学异步采样系统，对于钛合资来说呢，会提升钛合资扫描的一个速度包括如果成像其他的扫描都可以提升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速度那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许多参数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提升。那 Menlo 去年其实是搬了一次家，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厂房挪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厂房里面，这样呢，我们的
产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可以更好的来服务啊越来越多的工业客户。那好，那泰赫兹啊，说因为现在其实泰赫兹可能网络上呀，包括甚至是淘宝上呀，都有相关的一些泰赫兹的说法。那泰赫兹它为什么它定义大概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磁波谱。那首先，电学领域。很多产品都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它的一个通信的一个频率大概是在一个 G 赫兹，一个 G 赫兹，那一个 G 赫兹大概是一个4G 的一个频段啊。当然，未来可能5G、6G，现在6G 都已经在说了，6G 可能会到泰赫兹这样的一个更高频的频段，频段越高的话，当然它的一个通信速度会越快。包括微波炉，包括这个车上的这个毫米波雷达，波长越来越短。然后，在更短的波长呢，包括这种电暖器、DVD，还有这个X 射线从红外到可见光到紫外，甚至是更短的波长，也都有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应用吧。但是泰赫兹的波段呢，大概从0.1个 T 赫兹到10T 赫兹啊，一 T 赫兹是10的12次方，这样的一个波段呢，其实在之前是研究的非常的少的，包括现在也是应用不是太多，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在电学和光学的这两个领域非常成熟的时候呢。在它们之间的这个泰赫兹的这样一个 gap 里面，在这样一个间隙里面，它的研究非常的少，应用非常的少，所以呢，这个研究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而且如果就是相关的应用发展成熟呢，也是肯定是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间隙的。泰赫兹的概念呢，还可以和这些单位同步起来，一 T 赫兹等于一 P。和1皮秒对应，和300微米对应，和33个波数对应，和4.1毫电子伏，以及47.6开尔文来对应。那今天主要是讲时域光谱，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泰赫兹时域光谱？因为它的应用确实是非常的多。首先呢，这个是一个无损的一个，就是对人体无害非离子化等等等等，那不像 X 射线和激光的一些检测呢，可能会给人体带来一些也损害，或者是对其他的材料有损害。另一个呢，它是一个非接触的，那对比呢，就是一个超声波的一个检测。超声波是需要相关的一个介质来传播这个超声波。那另一个呢，泰赫兹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对于很多非极性的材料，它是一个可以穿透的包括塑料呀、纸张呀等等等等陶瓷，包括这些粉末涂料等等等等都可以穿透。还有呢，就是我们时域光谱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光谱范围可以来。定义许多分子，就是找到很多分子的这个在泰赫兹波段的一个特征谱线，来确定这些分子它是什么。那还有呢，就是泰赫兹对于水非常的敏感，就是水对它的吸收非常的多，因此呢，其实这也可以变相的是一个另一个反向的一个应用包括在环境领域，在食品监测，包括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分析领域也都可以。应用这个特点，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6G 通信领域，它会扩展到泰赫兹频段，那大家知道这个通信领域呢，非常的热门，那在6G 通信领域扩展到这样一个频段，大家对于这个通信波段的抢占也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对于泰赫兹的研究是必不可少。那泰赫兹的产生有哪些方法呢？因为刚才说到了，泰赫兹这是一个间隙，那产生方法有哪些呢？首先是一个固态的方法，就是说是从电子学的方法
向上倍频，也就是用一些高频的一个二极管呀，这个晶体管以及倍频，以及乘法器等等，来把它从低频倍到太赫兹频段，这是一个是一个固态的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有一些高能物理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回旋加速器、自由电子激光器等等。这种激光器呢，它辐射光谱比较宽，可以辐射到太赫兹波段。第三种呢，就是太赫兹的激光器，比如说这种量子级联激光器。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等离子体的方法等等。那从光学的波段往下呢？就有这种比如说太赫兹光学整流，比如说用晶体的这种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种光电导天线的方法，是一个半导体结构的一个方法。那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呢？为什么我们Melon System 采用这种办法呢？有这样一些优点，非常多啊。首先呢，它比较的紧凑，我们题目也说到了，就是一个全光纤耦合的这样一个系统，非常的紧凑这看到这个天线也是不大。另一个呢，这样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说比较节省成本，比较经济。另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室温下就可以操作的系统，那不像这个量子级联激光器，它要一个低温环境比如说。其他的这些自由电子激光器等等等等这些，当然它还要真空还有包括这种等离子体等等需要真空。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好的信噪比和一个大的带宽另一个它是从飞秒激光器来产生的，飞秒激光器 Melon 的 Fignite 飞秒激光器非常稳定还有就是它是全光纤耦合。那太赫兹刚才提到太赫兹是一光谱仪。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图可能是，也许是十几年前拍的吧，就是这样的一堆光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镜架，包括这边的一个可能是它是有一个展波器的一个锁相放大器一开始在太赫兹示意光谱里面需要这样非常多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自由空间的光路和一些现在。很多系统都已经用不到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锁相放大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现在的一个光路结构就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结构了，也这样的一个原理图其实包括了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首先呢，就是这个飞秒激光器分成两路，那一部分一路呢经过这个一路呢经过这个延迟线。一路对，抱歉啊，一路是首先说发射这一路吧，发射这一路这个飞秒激光打到这个太赫兹的光电导天线上面，然后呢辐射出太赫兹波，太赫兹波经过这个硅透镜，然后出射。那出射以后呢，其实这边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探测天线和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那这边呢，接收这个太赫兹的。接收这个太赫兹的波，同时呢，它加了刚才忘了说了，这边是要加片压，它才能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太赫兹的辐射。那这边呢，相关的它另一路这个飞秒激光经过延迟线，也同步到这个探测天线上面。那太赫兹的脉冲和这个飞秒激光同时作用的这个天线上面，产生一个电流。一个电流到这个天线上面，然后我们探测这个电流，并且把它放大，就可以探测到这样一个太赫兹的一个脉冲。那这边的延迟线是一个往复运动的这样一个状态，来把这个太赫兹的脉冲给它采样采出来。那这边相关的这边有放大器采样，还有电脑有软件来显示它，这样最后采出来的一个太赫兹的一个脉冲。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光谱。好的，那这边有一个系统的演示我把这个激光比调回去。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光纤耦合的太赫兹系统。这边是一个光学部分，那这边的机柜呢，就包括了激光器、延迟线、电脑、采集卡，
啊，软件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非常的紧凑。一个19寸3U 的一个机柜，这些显示器当然它是一个外设。那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口是出射光接到那个发射天线，这个是接收天线，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全光纤的，还有两个这个剩余的口，我们可以扩展一个多路的一个应用。然后这边一个钥匙，一键启动的一个钥匙。那这边是发射天线加偏压。这边是出来信号的一个放大器的一个电源，包括出来信号最后过来再做变换。这边有3个指示灯，激光、偏压还有这个总电源还有这个前面有一个 USB 接口，可以方便客户来插 U 盘等等，非常的方便取数据。那下一个呢，就是泰赫兹的一个光路。我们罩在这样的一个罩子里，可以通氮气、干燥空气等等。那这是一个泰赫兹光路，一个抛物面镜的一个 4F 光路。首先呢，这个泰赫兹光从这个发射天线过来，这个一个抛物面镜准值聚焦到中间这边放样品，然后过来再准值再聚焦。再去交回这个途径。好的。那下面呢是软件部分，那三部分，这个是软件部分，有非常的多的一个功能，可以看到，测量，非常多的一个按钮可以来点。好，开始点了，开始测量。那这边没有出来这个信号，因为没加偏压。这可以直接在这个软件上操作加偏压。那这样一个光谱就已经实时的出来了，这是一个实时扫描的一个光谱，信噪比非常的好。然后这边的光谱也可以到大于4T 的一个范围，窗口可以随意的拖动、拉伸、适应窗口等等这些功能都有。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动态扫描的一个范围，那现在，会给它加上平均，它这边可能看不见，加了平均加了平均以后，它的这个噪声会因为平均的原因下来，那这样这个时候它的信噪比就非常的高它的动态范围，可以看到在几秒的时间就达到了一个接近 100 dB 的一个动态范围。包括这个泰赫兹光谱也到达了6T赫兹。好的，那后面是就是一些应用了。那刚才看到了泰赫兹时域光谱，它的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瑞士军刀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说它的应用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多。首先呢，我们可以得到。时域和频域的一个数据，从时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这个泰赫兹的一个幅度的变化，包括它的一个延迟量等等。那在频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这边是一个阿尔法乳糖的一个吸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吸收峰然后呢，经过了相关的一个对比运算呢，我们还可以得到。这个材料相关的一个吸收系数以及它的一个折射率的情况，应用非常的多。好，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域光谱仪我们今天其实 Menlo 的产品呢，非常的产线非常的丰富从紧凑型的这种 Terra Smart 到这种灵活的Terra K15，再到这个。采样更快的这个 Terra ASOPS，我们都是可以提供。那紧凑型的这个系统呢，就是它比较方便集成到客户的更大的一个检测系统里面，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个泰赫兹光路放在外面，这样的一个系统可靠性非常的高，然后坐等。
各位工业客户的这个 OEM 应用。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其实可能科研上用的更多一些吧，就是它在可以看到它已经放在一个大的面包板上了，然后这个激光系统也比较复杂。那这样的一个激光系统呢，其实可以输出多波长，比如说1560这个天线是1560耦合的，那我还可以再多一路780的输出啊，比如说做光泵谱、碳核子探测呀，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个激光系啊这边做 C 发同步到外参考上面，可以锁重频。然后呢，我可以把其他更高能量的这个，就是我这个激光系不仅可以达到更高能量，我还可以把其他更高能量激光系和我这个激光系同步起来，重频锁定到一块儿。那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做这个光泵谱、碳核子探测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另外呢，由于它的这个重频可以调、可以锁呢，它还可以升级成这边的 ASOPS。那 ASOPS 是什么呢？就是异步采光学异步采样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样的系统其实它用两个激光器，用第二个激光器代替了这个传统的时域光谱仪里面的这个动臂，就是那个延迟线的部分。那这样的系统呢，它由于两个激光器呢，然后它没有这个动臂那个机械延迟线这个不停的在动的这个一个扫描的这个那个东西，那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优点呢，这样就可能会避免很多的噪声或者是集成的时候的一些不便啊，而且这样的这个时候呢，由于它没有这个延迟线，也就没有这延迟线的这个限制啊，包括在扫描速度。还有分辨率上的一个限制，因为这个扫描速度之前是受限于延迟线，分辨率其实也是受限于延迟线的这个扫描范围。那这个分辨率其实可以达到兆赫兹。那对于 Terra Smart 也就是紧凑型的这个和 Terra K15 这个多功能型的这个 TDS 来说，它们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看到这边光谱大于6 THz 啊，大概已经到6.5 THz。然后这边的一个动态范围，有大于100 dB 这样的一个动态范围，然后它的一个扫描范围可以达到大于850到1600 皮秒啊，当然这个1600 皮秒是 Terra K15 的一个定制版本，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扫描范围会对应一个大概1 GHz 的一个分辨率，甚至小于1G 啊，然后扫描速度呢可以达到在100 皮秒的窗口下达到17 Hz 的这样一个扫描速度。也是比较快。那更快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异步采样的系统。那异步采样的系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光学采样的一个原理。那这样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是把两台激光器、两台飞秒激光器锁定到一起，它们的重频锁定到一起。这样的重频锁定到一起呢，再给它们一个之间有一个小的一个重频差，可以看到，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泵谱激光，这边是一个探测激光，就是说这个是带探测，这个是探测。那它们俩之间有一个重频差呢，这个探测的激光就可以把这个要探测的这个那一路激光的一个信息，通过它们的这个重频差的一个挪动一个点一个点给它采出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学采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扫描速度就只受限于这个重频差了。那我们Menlo 就把这样的一个光学异步采样的原理，这样的一个系统用到了这个太赫兹里面。那我们知道太赫兹它的一个短板吧，也就是说它的扫描不够快。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扫描速度也就可以提上来了。那在这个TerraSOPS 里面呢。它的扫描速度不仅可以达到600 THz，而且600赫兹，而且它的这个带宽呢可以达到 4.5T 它的动态范围大于 70 dB，而且它的一个扫描的窗口最大可以达到10 nm，可以大于10 nm，因为10 nm其实对应的是我们标准的100兆赫兹的一个激光器，当然我们还可以定制80兆甚至50兆的一个激光器。这个时候呢，它的扫描窗口会更大，然后这个扫描速率呢大于600赫兹，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甚至更高的一个扫描速率也欢迎大家来咨询。
啊，这边的激光器，因为里面用的是一个重频可调的这种 C-fiber 激光器，所以我们的激光器的定制化程度也可以比较高。OK，然后呢，这边后面要列举一些更详细的一个应用啊，那这些应用包括哪些方面呢？啊，像钛合金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多。首先呢，无损检测啊，对于很多的材料，钛合金可以穿透，所以它可以用在无损检测。那第二个呢，食品检测，因为它测一测含水量什么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气体，包括一些物质的一个光谱探测，还有呢，就是在生物方面可以测一些组织一些细胞等等。然后呢，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个应用是一个进场钛合资的一个应用，这个在材料科学等等领域也是非常的热门。那还有呢，就是材料科学，当然，钛合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OK，然后，说到了，因为检测嘛，肯定和材料密不可分。那这边适合检测的材料是哪些呢？包括这些半导体，生物组织，然后这个病原体，包括这个药物，然后涂层。然后包括塑料、陶瓷、纸张，包括这个玻璃等等等等。然后这边不适合呢是金属，比如说，金属不适合，因为它是高反的。对于大多数电磁波它是高反的。那其实这个对于，怎么说呢，在涂层检测里面其实还是一个优势吧，因为比如说汽车的涂层检测，那它在金属上可以，基本上全反射基本上完全的把这个能量反射回来。那其实也是一个优势。那我们测汽车的这个，涂层的话，那金属反射回来的这部分，我们可以用到，那把它的能量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然后呢，不太适合的是这个对钛合金强吸收的物质。然后还有就是太厚的东西，比如说这些东西可以穿透，但是如果太厚的话，它也能量全损失了，穿过去我们检测不到。然后呢，它就是还有一个是水。那水是一个强吸收的物质，这边是一个测阿尔法乳糖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展示，我们看一下。对，然后把乳糖加上以后，可以看到这边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吸收峰。这是一个实时测的一个过程，实时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吸收峰。那加了平均以后呢，这个峰的位置，包括它的一个信噪比等等，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果。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来提高它的分辨率，通过这个更大的一个时间窗口。好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阿尔法乳糖呢，这边的是一个里尔大学的一个研究，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波导加上这个天线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制作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呢，它提升了这个探测乳糖的一个灵敏度，提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呢，用到我们的 TerraSmart，当然，这个容器就把它的一个探测灵敏度提升到可以检测到200微克的一个粉末和小于10微升的一个溶液，而且呢，检测结果也是非常的可信。那另一个呢，就是一个超材料的一个应用，这边是德国马普大学的 Martin Koch 的一个教授的一个超材料的一个钛合金带通滤波器，可以看一下实测的一个结果，加上这个带通以后，这边从大概放大一下，这边从大概0.3、0.4T。一直到这边的大概1.3、1.4T 的一个钛合金的范围的一个带通，
用他儿子十一光谱来检测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合理。他儿子十一光谱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好的，来下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超材料呢，关于超材料的应用，太赫兹研究也是比较热门。这边是一个剑桥大学哈维毕业的一个小组做的一个工作他们把这个金石墨烯的这种二维超材料制作成了太赫兹的调制器。那这种太赫兹调制器呢，通过改变这个石墨烯的一个电导率呢，它可以让这个太赫兹波这个波段发生电光效应，因此可以做成这样一个太赫兹的调制器。那这样的一个太赫兹调制器呢，它用 Menlo 的 Terra Smart 来检测它的一个调制深度，可以看到它在大概是1.7赫兹，还有在2.2赫兹吧，2.2 T赫兹、1.7 T赫兹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制深度，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调制器它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快的速度，5G赫兹的一个调制速度下面。达到了一个大约20 dB 的一个偏振的旋转作用，也就是说它的调制深度也是非常的可观。5兆赫兹的调制速度也是相当快，如果这样的设备用到成像里面，也是应该有非常可观的一个应用。那另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在通信上面，那我们的 Terra Smart 可以作为一个6G 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来测试的一个平台来使用。那这边就是这个华为大学的这个 Emma Maxson 教授小组他们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吧。当然，这个系统呢，可以看到它是定制了我们的一个双发单收的一个这样一个太赫兹的一个光路。可以看到 Menlo 的太赫兹光路非常的灵活，双发单收、单发双收，或者说是双发双收、多发多收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它是做了一个。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这个聚苯乙烯，做了这样的一个太赫兹波段的一个复用器或者说是解复用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把它们连接起来，把这些波导连接起来，然后呢在这个两个频段，一个是130 GHz，一个是180 GHz，就是0.13T。和0.18T 两个频段这两个天线分别通过这两个带通或者说是通过这个复用器，然后在这边来收集，抱歉啊，我上，然后在这边来收集，通过这个探测接收天线收集它的一个最后的信号来测试这样的一个6G 的器件。未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器件会很有希望用在 6G 通信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路的设备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是有通信专业的这个客户，我觉得这样的设备也是非常的适合去做一些通信呀，包括 6G 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非常好的一个测试平台。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德国，抱歉，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个，Andre Nitto 教授他的一个工作，他其实是用 Menlo 的 Terra K15，来测自己的一个太赫兹天线。这边是他的一个光路然后呢，他是初设这一路还是用的 Menlo 自己的系统，然后，但是这个，
接收这边呢，它是可以看到，它定制了一个780的输出，定制的 Melo 的780的输出，然后打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那、呃、一个一个呃一个天线上。抱歉，这边是接收这边是这个发射啊，然后这个发射天线呢，它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天线非常做得非常的好，它可以达到一个毫兹输出或者是相当宽的一个谱。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 Taro K15 这样的一个灵活的配置呢，就可以测试它自己的天线。那我们也可以换上 Melo 的天线来对标一下两个天线测试一下这个天线的一个性能。那下面这些应用呢，就是无损检测。那这个无损检测的例子，它是一些同轴电缆。那这个是一些发泡的同轴电缆，就是它的填充物是一些发泡，泡沫发泡的一些泡沫。这样的一个填充呢，它的特点是比较轻，这样电缆会比较轻。那这样的一个同轴电缆填充物呢，非常适合用钛合金去检测，而且呢。我们发现它在不同的这个钛合金偏振下面，它可以测到不同的一些特点。那在不同的偏振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泡沫里面它的一个缺陷呀，包括看到它的这个孔径呀，等等等等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另一个无损检测的应用呢，是这边的一个LCP 一个液晶聚合物的这个。一个例子，这个液晶聚合物呢，其实在手机行业，包括在汽车行业用的比较多，因为它的接电系数非常的小，而且接电损耗很小做手机天线有一些非常好的天线的一个案例，包括汽车行业它加了这个玻璃纤维以后，它的机械强度非常的高这边就是一个加了玻璃纤维的一个。液晶聚合物，那这个玻璃纤维是事先，因为做实验啊，它事先做的这样一个样板，然后它做了这个不同的白布的这样一个玻璃纤维，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钛合金双折射，因为加了这个玻璃纤维以后，钛合金波段它会有比较强的双折射，通过这个测它的偏振来测它的双折射。我们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材料里面玻璃纤维的一个取向，是这样的一个应用。那第三个关于无损检测的应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测汽车涂层厚度非常非常火热和流行的一个应用就是用的是这个钛合金脉冲飞行时间的方法，那脉冲过来打到这个。涂层上面打到涂层，比如说有好几层涂层，它都会反射。那包括最后在这个金属面板上反射回去，我们可以测到它的不同时间反射回来的这些脉冲。因此呢，可以确定这个各个涂层的厚度。这个方法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工业应用。going to show you a little这边我们application来for看一nanostructure 个 testing and using Taro's演示。dynamic frequency. So please follow me. 那这里 And 是我 I'm 们的going to show you 米the 兰博 systems 士，that 是we are 我们钛合 using 金测 here. 试。Today we are using a Taro Smart system to show you a thickness detection algorithm. I have the software already opened here. You can se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measuring paint on metal and also measuring plastics. What you need to do in order to set up your system and calibrate it, and this is what I did before, I'm using a simple metallic plate for calibration of the system. Now, aside the reflective setting, I just like to let you know that also transmission settings are available for nano systems for spectroscopic applications with highest resolution, high terahertz bandwidth, and extremely good dynamic range. So to say, up to 100 dB and 6 terahertz of terahertz spectroscopic bandwidth. So let's start with the thickness detection algorithm. I'm going to use as a sample this nice VW wagon and put it very close to the reflective sensor head. Again, we have one emitter and one detector here, terahertz optics inside. I place it very close to the paint on the
That's on the metal layer of the car. Now it's necessary to mention it is a contact-free solution, and it is of course harmless and can do non-destructive testing. So if you look at the monitor now, you will see a thickness of this paint on this metal layer of this VW wagon of 60 microns. Now we can do the same actually using my driver's license, which I have prepared here. And we place the wagon sample by my driver's license. I put it very close to the front. And if we follow the monitor again, we see 900 micrometers of thickness of such a driver license. So this is a pretty straightforward way. It's a pretty precise mode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nd it's only one method of using the terahertz time domain spectrometer.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nd we know from our customers, there's a very versatile application of not only TerraSmart, but also TerraK15 and TerraASUBS.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us, and we'll be happy to talk to you. 好的，那这边的这个应用也全部讲完了。那刚才讲的应用呢，当然不包括之前提到的太赫兹的所有的这些应用啊，当然不包括这些所有的应用，太赫兹的应用非常多，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掘出来我们相信通过所有人的努力呢，这个应用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那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 webinar 呢，就是首先这个太赫兹它有非常多的优点它可以穿透很多东西，然后对于用它来检测呢，它是一个非接触的无损的无害的。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太赫兹时域光谱仪的这样一个组成和结构它怎么工作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那个飞秒激光器是非常关键的。那 Menlo 的飞秒激光器Figurenight 的飞秒激光器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太赫兹时域光谱仪的一个产生。当然里面还需要用到光电导天线以及一些采样的一个设备。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了非常多的应用这些应用呢包括生物传感，包括材料光谱包括进场经常显微等等，经常显微没讲，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用的这个里面用的那个 TDS 就是 Menlo 的系统。那最后呢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系统是全光线耦合的一个非常紧凑的系统然后我们的系统不仅有这种紧凑的系统，而且有这种多功能的系统以及高速的系统都有，可以满足各种客户的各种应用我们的系统定制性非常的强有这种多通道的透射反射都可以测成像光谱等等等等都可以测，而且如果您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来探讨来帮您实现。好，那刚才也总结了一下，相信各位有一个包括后面来的观众也有一个印象了现在就请大家来提问吧。然后我们的嘉宾都在这个直播间里也会帮大家来回答现在请大家来踊跃的提问。我再往前，我把 PPT 再往前翻一遍，然后，我翻到这个，这样吧，我翻到这样的页面，可能再翻一遍，然后大家，再看一遍，针对性的提一些问题。那我看现在的问题，不是很多，有问。有问超稳激光的，有问 Figurenight 的飞秒激光器的，好像对于太赫兹来说问题还没有。你看，OK， 这边有一个，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TDS 的原理？好，那我就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TDS 的原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就是这边啊，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飞秒激光器啊，推荐 Menlo 的 Figurlight 的飞秒激光器。这个飞秒激光器的输出呢，分成两路，一路进入这个发热天线，光电导发热天线。那在这个天线里上面再加上偏压，那我们可以产生钛合子脉冲。这个钛合子脉冲产生出来以后呢，我们有一个钛合子光路，在这个钛合子光路的中间，我们可以放带侧样品来进行检测。那检测完的这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接收天线来收集。当然，这个接收天线通过一个延迟线来扫描。这样的扫描呢，可以达到一个采这个钛合子脉冲的这样一个效果，把这个钛合子脉冲通过这个机械扫描来采出来啊，这也是一个傅立叶变换光谱仪的一个通用的原理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这个钛合子的时域的一个脉冲信号。那我们在做光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不放样品和放样品两种情况下来得到它的一个光谱，来对比它的一个吸收谱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包括后面的采样傅立叶变换的部分啊，这个是一些电学的部分。然后如何调钛合子光路？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用到不同数量的透镜，通常是调节透镜之间的距离和高度。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办法？其实我理解您用到的这个要调透镜的是这个 Menlo 比较老的系统。我找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系统是一个透镜式的 PX 透镜的这种 4F 系统，那这个系统呢要调光路，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原则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手里有一份出厂报告，我们出厂报告上我们有这个Menlo 出厂的时候调好的这个钛合兹时域信号和频域信号这样一个数据。那我们对比这个数据来调，首先这个是一个原则，然后呢调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位的是这个光高，就是您说的这个调光路，调光高，然后光高首先在一条水平线上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再观察它的左右呀，包括来看它的一个当然是一个动态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个动态的这样一个调的范围。调的一个过程，可能更多的这个细节呢，还需要您自己来摸索一下，但是原则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异步采样跟同步采样，除了没有延迟线，两台激光器外，其他都一样吗？我放到这个异步采样和异步采样和这个延迟线的方法，其他都一样吗？对于钛合子来说，我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呢就是这个激光器，我们看到这边异步采样的激光器，首先它是重复频率可以锁定到一起的两台激光器。因为我们要锁定到一起，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岔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重频差，来做这个异步采样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包括这个TerraSmart 里面这个激光器呢，它是重频不能调的。那这个重频不能调，也就不能锁的这个激光器是不能做异步采样的。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还有一个区别呢，可能是在，就是在最后的一个采样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当然，这个更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也不方便说太多，包括数据采集卡呀，包括这个怎么同步呀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础细节，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发邮件给我们，或者关注我们刚才那个公众号直接提问等等等等这些方式我们都欢迎啊。然后。请问光电导源比光整流源好在哪里？这个我想请那个Enrico 帮大家回答一下，就是这个光电导源和比光整流源好在哪里？可能我觉得不能说好，当然是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就可能。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光电导天线，而不是光整流？一个我理解是，它是一个光整流。你如果用到晶体，它是一个自由空间的光路啊，它不方便集成，也不紧凑。那其他的呢？包括这个更原理的东西，我想请Enrico 帮大家回答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一个实时 TDS 需要采多少个点比较合适？采多少个点？我觉得这个点呢，当然是看您的应用吧。有的应用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时间窗口，我因为这个点呢，其实它和延迟线包括这个。可能最后的平均等等都有关系。那我局限于这个时间窗口来说，对于这个时间窗口来说，它是延迟线来界定的，延迟线来选择这个时间窗口的。那我们当然我们 Menlo 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这个时间窗口。那时间窗口越小的时候呢，这个扫描的速度会越快。那对于很多应用来说，扫描速度越快是越好，比如说成像。当然，对于另一些应用呢，时间窗口越小，它的分辨率又越小，或者说它的信噪比较差，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比较大的这个时间窗口，也就是说点要更多一点，点越多呢，它按傅里叶变换过来，它的分辨率越高，对，这个是我的一点理解。下一个是 TDS 没有用到锁相嘛？采样是怎么实现的？是没有用到锁相，可能 Menlo 大概七八年前或者甚至10年前就不再采用锁相了，因为Menlo 的激光器升级了。那这个激光器呢，它的噪声非常的低，非常的稳定，而且其他的系统的这个其他部件的这个噪声也降低了，因此不用锁相来。怎么说呢？采到这样一个稳定的信号吧，对，然后它的重频也非常的稳定，所以不需要用到锁相就可以直接产生这样的一个太赫兹的时域信号，这个和采样关系不大，就是因为锁相它主要是在噪声比较高的时候，来使用来达到这样一个采样的效果，然后。请问太赫兹探测器的灵敏度是多大？灵敏度的话，这个好像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的指标啊。就是说，因为太赫兹发射的这个功率，我们的功率天线发射的功率大概是在几十微瓦的这样一个量级，那么。那几十微瓦呢？可以看到它的时域，信号的这个强度是这样的，它的信噪比也是比较好的。那么可能，达到几微瓦甚至0点几微瓦的时候，它的信噪比就比较小
对于很多对于一些时域应用也许就不合适。那对于频域呢，我们也你可以把它变换到频域来看，它的吸收光谱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征，和原来的参考是不是还有可以对比的部分。我看啊，还有什么问题？三款产品，钛合金功率如何和？哦，和光整流，又提到光整流了。我说一下这个三款的这个功率吧。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功率其实是，主要受限于这个钛合金天线、钛合金发射天线。刚才说到了这个功率大概是在几十微瓦的这样一个量级啊，钛合金的功率在几十微瓦的这样一个量级，平均功率啊。当然啊，钛合金峰值功率会更高一些，所以它也适合做一些比如说无损检测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它这三款产品，可以辐射的这个钛合金功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用的天线是一样。那其他呢，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同了。好，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这边的这个直播就先到这里，时间也到了。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也欢迎。踊跃的在这个，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的三位嘉宾包括还有另一位邹普博士，我们的中国区的总经理都在这个讨论区里和大家来互动回答大家的问题，也再次做一波广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闷落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大家关注一波公众号，然后踊跃来留言好，谢谢。和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需要观看直播回放，大家可以扫描蓝色二维码，关注“光电会欧一秀”微信公众号，进入点击直播回放即可购买课程观看。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欢迎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现在加购即送光电产品与资讯。杂志年刊及光研万物直播间会员，欢迎咨询。